朋友，你知道少林寺武术是由何而来吗？你知道少林寺武术是怎样产生的吗？或许你以为少林寺武术是练出来的，少林寺武术是通过运动这个磨练出来的，或者是你还可以说模仿这个山间的动物以及下边的老百姓耕作这些动作，从这演变出来的。这一句话对不对呢？对了一半。那么少林寺武术应该是从静中产生出来的，从静如水一般的禅，通过师生坐禅产生出来的。Thank you.